你那么认真、那么严肃的时候，做一个小小的，就可以能逗到，能让整个人放松、很开心了。你随心嘛。其实大家说啊，你好无聊啊，你好无味啊。其实我觉得，这个可能比这个更无味、更无聊。打仗就是这样开始的，我觉得。你欠我什么？不，我不欠你的，我欠你的。然后突然有一个国家领导，不就可以，不就成了，不就算了吗？